你去看一摆哦，一准，煞拄着一个我亲面的，迄、那个亲面干机关事，这伊会晓咧抽签卜卦，先知未来过去，啊，正是变局乱投以后，只有官才安生哦，要含含问这个亲面这个相面一摆咯，哪在一面了哦？一准奇迹就安尼煞发生，只有官也未信。市面前家己算说，说你是为着盼见钱的代志心，哇！就官大着一惊，帮你想，抓准啊，抓厉害啊！我敢是去拄着种个高人咯，这个人哦，先知未来过去啊，先关键说，是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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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先生指点，就那将这条代志头头尾尾原原本本讲这个市面的事。啊，这个清明的哦，就是啊，你去请一顿叫托我吃，得我今日就知哦。跟随孙苗先生这条警卫所说，酒馆仍有茶饼向文熙落案，此案有玄机，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耍落去。高勇先生，酒馆看这个清明的事啊，较早白，真相是落去请一顿叫。来，兔子，对行，前行了一座深山。酒馆有关门说也未高兴，前面说啊，你头先看这摆哟，你看麦，你看麦，只见头先有一座城。前面说行，入城来去，就入去城来了。城内人正多呀，叫呼我就按大街来行来去。前面叫停停停停，叫就按你停了，停了了，前面路叫。手骨举去，这家南大街迄搭有一座大厝，坐东看西，你家己去拍门去问一摆，说了迄支拐啊哦，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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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安尼做行也无工去退钱啊。只有官钱听清你的嘴，按南街迄搭哦行去，城市有一座大厝，以前位大厝哦，我入去。拄到一个人，从内面走出来。迄个人穿的衫裤甲咱人同款同款，问说：“你要啥代啊？”啊，州官就将家己拄到市面的跩奇怪跩代志哦，讲伊说。迄个人说：“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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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既然来了，你前点这条店规的，你这条代志，我会讲阮主事的人哦，禀告。”先你带这个州官去一个所在，安歇。安尼一日三顿哦，有人通伺候。啊，州官踮咧咧等啊，规日无代志哦，一日晕晕啊。因咧大厝咯，就惊入去后楼，哇！煞看见一个花园，花园内面有池塘、老果、花山石，嘛，够假山。假山的顶面有一座坛啊，州官就真威。街上的蛋啊，挖入去，这挖入去蛋啊，就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蛋啊，归内边，归归人，你爱用个狼皮，还狼皮啊？皮白酒脆，浓妆造成，但是味素是未要辣熬，穿入去酒馆的皮坑里。观众朋友啊，凡是最乖的俩。伊当然会晓咧法律咯，州官知影，伊包托经资啊，伊知影说明朝的时阵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要惩治腐败跩贪官，曾经制定了一条极其残忍的法律，什么法律啊？凡属是贪官污吏去掠着哦，抬到煞北皮，皮北起来面前立草，冲做标本。贴在衙门的门口哦，示众。高分人说做官唔忙贪贪的种下场咧，但是严官府出教察啊，严皇帝哦都无法贪官的种个贪官污吏。就官想，跩，敢是怀贪官的狼皮哦去剥落来哦，哇！把这阵就官惊只门更高哦。早早唱起来，将赶紧为蛋仔就退出来。想走去伊个所在，
想说，我听青面的嘴，伊带我来这店，但是这店到底是什么所在，我也不知影。又想说，啊，我失落600,000两的香云胖见，我到这个时阵，进也不掂，退也不掂，啊，我要怎？茫茫下茫，甲店咧等了，等看一摆哟。过几日，那个带伊来个店的那个人，说：“哦，大人啊，今仔日可以去见见阮的主人了。”是是是是，酒官就安倒迄个人，行。迄个人是卡马啊，头前行。酒官是行咯，倒后面。行来啊！大厦门外，迄座厦门哦，有亲像我总督法门的款。厦门外有青乌衫乌裤的车啊，伫遐伫咧站岗，非常威严。迄个人落马来，先带州官入去，是入去到底，看一个大官，迄个大官。自北向南，先就穿一副官服，头咧戴一个王冠，州官人赶紧跪到磕头，说：“卑职超见王爷。”啊，那个王爷就说咯：“600,000两的香云，皆对我值得，小可的数目，林武台大人要送我。”有啥要紧啊？州官说：“王爷啊，啊，你说出来600,000两香云是武大大人要送你，无凭无据，逼着我若转倒去哦，我会托武大大人处死啊！求王爷你开恩开恩。”王爷说：“不要紧，即阵就安尼叫求伊，推一个野大的皮壳，托这个州官。”这里倒去，将这个皮夹推到顺武大人，这条就无你的代志了。州官将这大皮夹共寄过来，内面试一摆，冷冷碰碰，唔知到底内面是啥物啊？啊，唔敢揭门哟，就安尼退出来。王爷派人将这个州官送出城，一路行过去，但是这座要行倒来哦。甲伊顶座关入来，完全无上条路，行去去行出深山嘞。王爷派人则说：“哦，你家己不得了，就赶到伊即阵就会晓你认的路了，先去见顺武大人，将顺武说出这条代志会遮经过了。”顺武更加唔相信。阿就领手的将这个州官哦，将伊拔起来。州官说：“大人啊，请问。”州官前将伊带来，迄王爷推脱迄个哦，迄大皮壳交到顺武大人。顺武大人将迄大皮壳将寄过来，头开看一摆，哇！面色糟糟出去，一双手骨是甲磕掉，赶紧叫人将这个州官干放开。讲州官说：“哎，像个云娘哦，小可待，你暂且不得去。”观众朋友啊，怎啊那会安尼啊？原来这个顺武顶暗在咧困，伊迄个哥阿要托人捡去。州官摕来一个大皮壳，内面真正就是入顺武大人托人捡去的，迄个叫阿妹啦。另外还佫附一张字条，是你贪赃行贿，不计其数，吃钱吃法厉害，官也佫一直升。本大王，我再小看摕你淡薄仔来用，有咪不该啊？向个顺武吼，向一个惊破胆，唔敢做半声，只那暗箭家己另外哦，捕捉600,000两的香云，上交去。
口头惊到啊！但是通过这样代志，这个顺武大人规日咯，啥物先怕别着，这个人哦，因为伊借钱受贿，做真侪歹代志，思想压力哦，未晓偌重，就将个警方下面过日子，过无偌久，这个顺武大人就咧不明不白个一命乌合爱债，这个也是一种贪官一种下场。今仔即个讲啊，即个就了咯，再见。情丝深，幽知魂飘花现赤孙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玉帝上情，迎请关注《聊斋志·玄刚》第34集，《枪尖》。